看了吗？前面就是虹桥机场的 T2 航站楼，刚才走错了，走错了。他那个自行车只有这条路啊，旁边是机动车道，只能走这条路过来。 停车场了吧？我们转一圈啊，不行，我们再回来把车存这儿。我去。 能近一点是一点，我去，这儿不行，停这儿，只能把车停这儿。前面还能走，我这车能握呀，你知道吗？走，我跟你说。 这边是不是出租的这个？街送人的一个通道了，是吧？这条路，都是出租的。 手推车向前。